我较明啦。开始讲。阿妈，你今年几岁啊？我今年88岁。哦。为倒位行过来？我按神奇行出来，对吧？我按神奇行出来，我为着阿炳耀，互人哭死遮忝。我想讲，我这岁啊，我拼老命，我哪为着阿炳耀，要救阿炳耀的性命，风害到遮快，风害到遮严重吼，有够可怜啦。啊，互这个马英九做总统足唔好啦。咱就咱这人，大家会齐，大家脚掌紧做伙，大家紧说，哇，手牵手啦，连心吼，来救阿炳啊啦，我才会出来啦。无我食这一回啦，我足惊，我身体无法进吼，啊，我多强爱要出来吼，我就是为着阿炳啊，啊，为着搁咱这台湾吼，啊，爱要大家合好吼，手牵手，心连心，来紧做伙来救台湾，搁救这阿炳啊。生命听讲真危险，讲足够迄个新的病，讲几落项病嘞，然后啊，遮民政党的人拢无人要去甲救，啊，拢互遮社团的咧做。迄个就嘛看袂落来咯。吓啦，遐民政党的人实在嘛足无情嘞，因是咧挖笑啊，咱就也毋是咧为着啥货呢？咱是为着讲今台湾方占去尔，咱也毋是咧为着要做官嘞。呀，因咧做官呀，因唔出来撞，啊，因拢啊米条条啊，也拢只社团咧撞，安尼实在遐民政党安尼做无力啦，啊，顾只国民党咧甲拗完，安尼他就搁分咧，他就搁分国民党啊民政党咧，我讲遮尔啦。哦，啊，等下要去关电看电妈。嘿，哎，我等下甲电妈开讲一下，甲安慰一下，对吧？哦，我要来引导看。要来看病。哟，啊，想讲啊，也许咱个前个总统身体遐严重啊，也唔知有出来啊无，我都不是咧甲关心啦，唔知出格无啦。哦，是。好，安尼等下阿妈你行倒来保重，身体要保重。有啊。哦，要注意啦。有啊，我家己有在注意诶。好，安尼谢谢阿妈。好。